这是一段来源不明的视频，似乎是几个人遭遇了不明生物的袭击。这个怪物似乎有一个漂浮的脸部。特写镜头看看，这似乎是一种爬虫人，也许是个荒谬的伪造视频。但是2010年初，摄影师在阿根廷那维尔瓦皮湖拍摄风光，事后发现天空漂浮着一个脸孔，他们很接近，黄色皱巴巴的脸孔，空洞的眼睛，而且就是一个漂浮的脸。它和传说中爬虫人一样，头部有三个棘状物。你认为这是什么呢？